的，市场晚一点进来。继续开会，这一节我们请蔡副议长昌达质询，时间45分钟。那个议长先暂停一下哈，跟乡亲那个。我先时间暂停，我先介绍咱今天副议长出来，咱家乡亲是多。今嘛咱的旁听席有艺人李里长、许明德里长带领。我们的李明朋友拢总50几个来跟咱的旁听席，欢迎。个吴玉珍理事长啊，社区理事长。个一个社区理事长吴理事长，李长跟理事长给我们招招手。我们热烈欢迎一下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。好，时间开始。好，谢谢议长、康议长、陈吉市长、副市长、各位局处首长哦、媒体朋友、各位同仁哦、各位乡亲哦，大家午安哦。今天就是讲国道七啊，国道七已经还未合并啊，99年还未合并进行的讲较紧。上个礼拜已经环评第12次，已经环评了。102年已经进入开始规划当中啊。国道七可以带动我们大寮、合发、大发，还有小港工业区、滨海工业区的运输大动脉啊。这是未来爱发展的啊！这个国道七，蔡英文总统来的时阵啊，本色就有加报告讲，这个动脉23公里三绝对爱做，无做吼，这个交通枢纽会带动地方会延宕啊，会延宕。所以吼、我嘛希望吼、咱市府这边绝对爱发声，市府这边绝对爱发声。国道七进入环评后，我们开始规划有那个国道七，国道七可以带动小港、大寮、林园，还有鸟松，还有仁武啊等等的运输通脉啊，这样是对我们整个生活圈是加分的，是加分的。来，搁讲荷花园区啊，荷花园区。现在就开始已经有动工了，动工了已经有两间厂商在那开始进驻，开始开工了、市长也去剪菜粿，议长也去剪菜粿，我本身也去剪菜粿，所以、现在上料路啊，上料路是后面要规划生活圈和三洋路啊，这也工作渐渐了，现目前上料路已经拓宽，要甲大家报告吼，即上料路已经拓宽，拢总目前啊，本地是规划6亿7500万啦，可能搁减1亿外，所以无够的部分吼，就是市府啊会垫付款，即条就是河村尾河村台29线啦，即就是光明路，即就是自学路啊，就是属于万丹路啊，即就是上料进开始咧征收土地啊，即就是荷花园区第一厂址。第二厂址荷花园区，所以吼、近目前已经规划开始开啊。啊，我咧讲第二条就是，来，咱的生活圈的瓶颈就是，遮拢类似啊，8米道路到10米道路啊，6米道路哦，即间已经被拍通啊，近目前已经拍通啊。来，这条就是咱的上寮路，这条就是三洋路，探到凤林路啊，探到凤林路。这个瓶颈已经拍通20公尺，差不多，不是啊，100公尺啦。结果这拢还未踏通，就是吼、已经遥遥无期啊。所以我希望吼、我们市府吼、给咱纳入生活圈，报予中央，和中央核准嘛。因为中央开的是大钱，咱开的是补助款嘛。咱开的补助款，整个生活圈这样的话吼。我想吼、这大寮荷花绝对会大发展啊！拢总是全总经费是13亿3，是3亿3呐、是3亿7。所以咱无要紧，咱得逐年给他纳入嘛，纳入有评分嘛，他们会评分哦，比如营建署会评分，哎，这荷花园区都开始开通啊，荷花园区都开始规划，开始咧做啊，是安怎？
这出来是拢重要的道路啊，进是纳米路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嘛是未来爱规划的生活园区的瓶颈啊。哦，这就是荷花产业园区的连外道路哦，安尼。希望我们市府吼积极，咱不是讲进，就是开始要做，是未来爱规划啊，未来要规划的，要规划。这样才会整个生活圈才带动啊，所以我刚才先讲国七嘛，然后再讲我们那个上寮路跟三龙路嘛。各位上寮吼、哦，不是多功能活动中心啊，伊啊即马目前哦，伊规划是儿童公园的，诶，预定地已经有迄会刊啊，吼、哦、四之五，结果吼、哦、伊也是做一个。诶，老人活动中心甲社区结合的，变成讲吼，遐有公园，因为吼荷花园区迄阵要规划时阵，荷花园区要规划时阵，就有讲啊，无甲恁做一个老人活动中心，吼、哦、社区活动中心，哦，互恁会当互老人休闲的所在，也是做一个公园。啊，所以咱即马经费欠缺的这当中啊，这是2.021公顷的顶两分外地尔。两分外，吼、哦，这边仔的部分吼、哦，咱甲切一角角来做，类似老人活动中心啊，吼、哦、社区结合，搁会当做儿童公园啊，吼、哦，我是希望讲，因为吼、哦，这已经会勘几啊抓啦，我冇敢，咱的干务局啦、政法局啦、搁地政局，拢去会勘足个抓，讲要做，来，我等下吼、哦、会请教咱的局长嘛。哦，咱的金发局长，哦，曾局长，简单说明一下，简单说明，哦，这个有关上寮路跟那个，哦，我们的活动中心，来，曾局长，请答复一下，简单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副议长。那个，我跟副议长报告哦，就是有关上寮路在园区的部分，我们是第一个动工的。对。好，所以我们会积极的赶快把这条路做好。那我知道公务局也很积极，要赶快先把上寮路做好。那第二个您提到的就是多功能的活动中心这一个部分，我们先看好几次，但这边也跟副议长做个报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厂商要进驻，所以我很多道路工程积极的在做，所以我现在主要园区内的还在做，但这件事情我们有先看过，我们也跟开发公司讨论过，那这件事情我们会紧速积极来办理这件事情。我说我刚刚荷花园区已经做好了，我人家会做公园啦，我还没做啦。啊，包括老人活动中心也未规划，这个这毕竟予选民哦跳票啊，哦，那变成选跳票而已啊。李长嘛咧讲啊，迄、那个洪敏智洪里长啊，嘛咧讲，啊恁敢讲的，啊，阮都为着要协调要抗议，咱个协调较好势个，结果拢无甲做，不是咧埋怨，不是咧怨叹，拄着我就咧讲，我安尼。阿马巴多已经咧是起屋咧规划啊，所以要讲我清楚。我跟副议长报告。这个园区开发起来以后就长久要在那一边，所以敦亲睦邻的工作当然非常的重要，我想这一点也我们也会跟李明做说明了，只是请他们容许我们一下，我们真的要让厂商进驻、哦、那路一定要先开好啦，就比较多的功能主要是摆在那里面，所以你要跟说时间给我，你不用逼到那么硬、啊、我绝对会跟你做啊，啊，无变成讲，咱刚讲的，你要开始荷花园区已经做好啊，换咱只公园也无做，老人活动中心也无做，这是毋跳票？拄我像你讲的，讲先骗骗的，甲讲嘛未使安那。没有。啊，我底下证明代表，我有没事啊。不，那个跟副议长说明，不会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确实是厂商要进驻，我一定要先把路做给人家啦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公务局长，请简单说明那个上寮路跟三龙路哦，这样，任督二脉。公务局长说明。多谢局长吼，多谢负责人吼。以咱荷花产业园区的连外道路的这个部分吼，总经费有9亿外嘛，啊，咱迄个一定发包啊，吼、哦，营建署这边一定发包啊，啊，有那预定。那是上寮路啊。上寮路。对。啊，那个是要发包，预计也是2007年的迄个8月吼、哦，要来完工。是。啊，另外，其实我那咧关心咱三龙路的部分吼、哦。对。啊，三龙路的部分吼、哦。经费有较大啦，吼，经费有差不多13亿外啦，咱竹联编列啊，生活圈竹联编列。啊，以土地款啊，要到10亿啦，哦，这个部分吼、
目前哦，让我去报迄个内政部营建署的生活圈啦，但是目前还没有纳入啦。知道。我们继续来，继续来和营建署来沟通啦。我甲局长报告，咱即马九亿外头咧开啊，哦，中央无差加13亿啊，哦，即、這个我咧讲这是真正的。你敢若这边东向的拍无开，我北向的煞拍无开，安尼嘛袂当四通八达。你也拍无开，我唔是讲叫你积极，而且纳入生活圈，唔是讲尽的很做啊。因为上了都有做啊，咱希望讲哦，纳入生活圈后界，给咱你哦，慢慢渐进式完成嘛，哦，渐进完好，请坐下，我听有啦，算讲要甲规个规划好势，安尼就任督二脉，大家就拢方便啦，哦，遐个手续嘛方便，大家嘛爱来买。我咧讲大寮哦，跟林园啊，大寮跟林园的。连外道路吼，有一条叫做天池路啊，遐经过自来水公司的水洪山水库过啊。啊，目前吼洪山水库已经有协调好势自来水的，已经协调好势啊吼。意思讲，咱即卖经营下，就是爱整修路面啊，拓宽啊25米的，真无钱啊。咱进行甲。咱危险的路段哦，危险路段，进乡亲拢伫遮，拢伫遮咧看。乡亲哦，招门艺人、招兵艺人哦，拢有带来伫遮咧讲这条天池路。为顶届讲较紧啊，逐届结束嘛讲较紧。即马你听讲啊，领导拢讲讲的拢无做，我会做。但是哦，咱先求有，哦再求好，不然的话，25米道路迄拓宽位爱开足济钱。会变成遥遥无期啊！啊，我得所以哦，迄天就有干跨区处、干自来水公司啦，佮包括咱的哦新工处、哦咱的干务局，啊佮咱的永工处吼，咱用整修路面哦，整修路面整修过，因的路因自来水公司会当互咱整修路面，会当互咱较快，安尼哦，小巷就较安全啦。哦，拓宽你这25米的。迄毕竟遥遥无期，我希望讲吼，咱干部局长啊吼，较积极个，看下咱明年就开始甲做开，吼整修路面都快，安尼吼乡亲，遐拢总个效益啦吼，我讲安尼较紧啦，会当效益吼，拢总几里呢？拢总吼来啦，临门乡亲个鸡仔来卖算啦吼，滩头中厝拿来里，佮招民义人都5里，将近万几个人口拢伫遮出去嘛。啊！即马上下班的时间是险象环生啊，遮拢会塞车，佫危险，啊，不时咧出车祸。工作侪件，你看这两只车，小闪就用要骑着，奥多巴根本就无当骑嘛。往安尼足简单的比喻，这奥多巴就无当我骑，反正佮骑地产的呀。啊，咱个整修路面吼好快，哦，整修路面吼快，安尼比较吼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瓶颈，拄啊一。1835公尺啊，诶，整修路面都快，安尼以后吼、哦，伊才会瓶颈的，就开啊啦，就较袂迄落去啊。啊，未来25米的，甲25米的拍算啊，请那个公务局长请答复一下哦。请局长回答。哦，多谢局长哦，那个多谢负责的吼、哦，天池路这个部分吼、哦，负责的我那就去勘察过那边啦。啊，熟悉我有哪去行过啦？我有哪去行过啦？但是伊迄个转弯吼，转弯开始危险。哦，迄个转弯要小心车的时阵开始危险。我想整体吼交通安全第一啦。啊，这个部分小心车，啊，想要让伊较顺速的，而且我来来做。这个支持吼来做，经费无整修路面无介济钱，啊，这急迫性需要吼，交通方便，让人家吼有一个。安全路可以回家嘛？上下班嘛，较袂遐危险嘛。因为吼、哦，这是要探秘迄个小港哦，大陂顶啊，要探秘广彩里，探秘88拢会使小探嘛，探秘机场拢会使。所以因的捷径就是一条尔，一条目前都无小可甲整修好快吼、哦，安尼比较吼、哦，因的出入就较方便啦。希望吼、哦，咱干部局吼、哦，咱的局长。积极的，赵局长较积极的，来个第一优先，列为第一优先考量啊。即马来讲捷运啊，哦，高雄捷运，咱工商甲路德已经，哦，
核准啊，这就是打造台南到高雄的生活圈。但是屏东的生活圈啊，讲到屏东生活圈，伊讲潘明安馆长咧讲，会当往高铁，高铁是经过高雄尔，哦，经过尔，伊无来啊，无来咱高雄市消费，无来咱高雄市行。啊，我咧想讲哦，这较早都拢有规划过，但是哦，还未实施啊，没有规划。现在已经说，比如说哦，现在南岗三大路组啊，哦，已经核准了嘛。我们南向的就是小港延伸到林园嘛，现在是专案在评估啊，哦，18公里七啦，哦，18公里，这的部分是延伸到我伫东港这边的纳入生活圈，哦，纳入现在专案评估当中。但是大寮的主机厂啊，大寮的主机厂最有效益啊，它可以延伸到屏东啊，它是到那个。到那个产业道路的时候，它是设计高架，化工设计高架吼，佮比较吼，佮较省一倍钱啊。所以吼，伊即马直接到屏东市的时阵吼，就拢伊走地下呀。我想吼，伊也纳入为评估专案的话啊，专案评估啊，会当未来会较好啊。哦，未来咱整个哦，整个北向延伸到我们台南，然后南向延伸到东港，东向延伸到屏东啊，安尼哦，规个整个大高雄的生活圈都连串起来了。伊大寮甲屏东线的效益哦是上好的。第一点要甲大家报告，第一点就是讲咱的屏东要去。高雄市伫屏东火车头，哦，比如讲，卖讲坐台铁啦，坐咱的捷运要去国际机场也好，哦，要去坐高铁也好，要去咱高雄市内也好，消费也好，我相信哦，这串联落吼会较好啦。这是未来爱规划啊，未来的规划，人要有哦长中短期嘛，哦啊，咱就哦。一中期规划、长期规划，后来就变成短期啊，是安尼啊。像工山加路德已经规划15年啊，真较核准啊。啊，咱真较规划好势的时阵，咱就吼、哦、未来加10年后，就看会到啊，就看会到。这个连贯的作用来，哦，这就是屏东啊，阮捷运主机厂伫遮，大寮捷运主机厂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南向到东港，哦，即目前哦，这是往大鹏湾的部分啦、啊，而且南向、这东向、这北向，我们哦，往旗美那边、鹿竹那边嘛，这就是未来整个高雄市的生活圈，咱是爱规划啊，进规划第一项，咱未来规划第二项，来到规划第三项啦、啊。小港跟林园线呢？哦，小港林园线，哦，咱来看这个大寮跟屏东线，哦，这目前是有一个初步的泥土而已，初步的啦，还未规划当中。这为这个哦，这个大寮主机厂开始嘛，哦，啊，跨越我们屏东市，哦，屏东大桥，啊，有六个处啊，入去。咱屏东市啊，哦，遮拄啊离火车头无介远啊，遮拄啊离屏东市的火车头无介远啊，可以进行哦研究的阶段啦、啊，哦研究的阶段，我们哦等一下哦，请观光局长哦，还有交通局长跟捷运局长简单说明这个效益哦可行性的评估啊，哦来由局长请那个交通局长。交通局长、哦嗯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副议长哈、对我们那个整个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打造成一个一日生活圈的这个关心了哈。啊，实际上，伫查几当前，
他三四当前，咱一直吼，都有甲这个台南甲咱高雄哦，举办那个双城的交通论坛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把屏东纳进来，所以在去年的这个论坛里面呢，我们也立基于过去跟台南的合作吼，希望讲将咱屏东要安那甲高雄接起来。台北的捷运纳入新北市，跟桃园一样的道理啊。是。吼、哦，安尼较简单讲得，来观光局长。请答，简单答。谢谢议长，谢谢我们副议长。那刚刚议长所副议长所提到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观光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南部的观光资源的整合，南高屏澎四个县市，我们的观光资源一直是一起在推动哈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目前高屏澎好玩卡也有跟屏东做一个一日游的结合，所以未来如果在这个交通硬体的建设上它是顺畅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经典的事情。会不会比高铁好一点？会捷运啊，这样会比高铁也效益较好。对，是观光啊。对，我们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的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从高雄出发到屏东去玩，一日可以来回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个捷运局，请捷运局回答。感謝議長，感謝咱副議長吼，對咱迄個南高屏一日生活圈的關心吼。啊，有一部分吼，阮是迄個大眾運輸跨域延伸內底吼，是十月初三，咱南高屏澎首長區域治理平台會議內底吼，咱就提出一個方案。啊，這個方案呢，針對講甲屏東、甲台南啊，變來去連結的部分吼。啊，目前阮攏朝這個方向吼，跟屏東縣政府、跟台南縣政府、台南市政府。拢缜密的连接哦，希望经济较好来推动。刚刚叫赶快啦，我是讲纳入为评估嘛，评估可行性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渐进式嘛。哦，好，请坐下。你讲的咱拢听有啦，当然是爱开会嘛。哦，咱高雄市爱跟屏东、跟台南开会，安尼唔才有一个生活圈。未来的规划就是爱，真的是可行性的效益，可不可以纳入为评估当中啦？可以啦，哈、哦。这临门哦，几啊条的巷啊道路哦，拄啊，你拢十米，去到遐就剩头剩四米，剩三米，因为吼、哦，迄画路吼、哦，迄阵征收无够啊，啊画拢变成一个瓶颈，哦啊，哦本色的时阵，阮啊，哦会进来，阮啊拍着这瓶颈哦，拍出一通啊，安尼效益较好啊，哦伊这经费无介济啊。这经费有时啊，一个经费挂做路面、挂征收土地，用头好千几万尔，受益到整个安全性、那个效益性，还有节便性，大家都好嘛。啊，希望讲吼、哦，嘛，市府吼、哦，嘛爱把遮个一挂瓶颈吼、哦、做互通。比咧吼、哦，迄画店啊家都还袂做，还袂讲，还袂做到讲足烂的，伊都甲抛厝，搁换新的啊。遐开拢千几万啊！遐有诶道路无足歹诶，你甲补补诶，佫无要紧。毋是，规个面拢抛除了，开诶一条店仔加开诶千外万。我感觉吼、哦，这效益无介好。这是临门吼，迄、那个李长主席、洪进才主席吼、哦，因迄里啊，啊，拄仔咧讲啊，我本身吼、哦、本色也走伫现场吼、哦，去甲会勘。我讲安尼，这爱拍，这无介济钱，这拄仔吼。哦和平南路、哦、和平南路跟信义路口、啊哦、长度三十一公尺而已，限宽为四米，但是计划道路进目前是拢已经十米，已经在行，十米已经行到这个瓶颈的时阵，剩四米啊，剩四米，敢那小三车哦，你得危险嘛。即大家，即拢已经十米，已经拍通啊，拢有咧，到遮就剩四米，小三车就。我坐我小三车，哦，足危险，小三车也足危险，所以哦，嘛希望讲哦，咱这个瓶颈啊会当拍通的话，这个住户啊，这种住宅区啊，这个住户会感谢个，比咧吼、哦，空店啊家啦，一寡较不爱做的，迄落个佫较好，现场场看现看会到的啊，这现看会到的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安尼做落吼、哦。对因家吼拢有加分啦、啊，哦，我伫临门，顶家伫临门餐厨路嘛有拍通啊，即马等中正的自强街，即嘛是要拍通啊，即拢盖好诶，吼、哦，即拢做功德，啊，搁对人民盖好，即效益非常的好啊，哦，
这都啊，安尼啦，这往里多分析啊，本人徛伫遮无，甲看，都啊，这间铁厝一大条的，啊，这挂装修啊，挂做路面啊，有苹果过啊，我嘛一会牵做看好啊，拢总头啊千外万尔，啊，千外万当然，哦，这咱甲地主讲啊，你主人编列好伊啊，唔好一次到位，咱真无钱，我要分做三档嘛，哦，主人编列分做三档，哎，哦，我都这个土地都。一千万，啊，我就哦，三百、三百、四百，啊，是四百、三百、三百，这都可以讲啊，跟地主都会当讲啊。所以伊的立场，拜托讲我阿来会看看卖啊，我本人我照样会看啦。这就是哦，伊这边信义路被腾出来的道路，哦，要挖起来，这信义路啊，这行啊，哎，嗯，啊，我咧讲的哦，我咧讲个，徛伫这边，我徛伫这边，遮路是拢已经拓宽，拢已经有啊。剩一间铁厝、铁皮屋，剩一间铁皮屋冻掉尔。哦，剩一间铁皮屋冻掉尔。哦，我徛伫这边，这边遮较暗啊，伊遐较暗。哦，遮徛出去就差足济啊。我希望讲吼，咱个公务局长赵局长吼，请简单说明一下。请局长说明。诶，多谢局长，多谢负责人吼。和平路这条吼，我记咱今年吼，伊迄个国委咱有上来进步营建署的生活圈呐、啊，但是迄个审议算无过啦。伊八月，我记得是八月十七号的审议无过啦。这没纳入生活圈呐、啊，这没啦、啊。当然咯、喔，咱会当甲中央给退过，尽量来退啦。哦，因为这一十来年啦，这不是纳入生活圈呐、啊。啊，我今年吼会继续啦。啊，当然吼、哦，好多负责，我那咧讲了有理啊，就是讲土地所有关联吼、哦，先来协商吼，这方面来、啊、先来签字作业啦。啊，重点嘛，讲甲中央来讨钱吼，当然是来甲中央讨啦。像现在吼、哦，那个大寮区一人里啊，你新建我跟，那一合里啊，凤屏一路382巷，哦，我搁记的啊，遐就是哦，拢拓宽啊，啊。这个瓶颈，啊无吼、哦，人要去因村，讲啊桥都嘛车也袂停伊，迄个私营土地围起来嘛，你嘛足清楚。结果效益讲，哦，人个市府政绩做了真好，啊，咱民代表要发声，哦，啊，恁在做啊，安尼加分啊，咱来做做个加分的，唔好做做个扣分的啊，啊，做做个扣分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吼、哦，咱必须讲一寡重要的哦瓶颈拓宽啊，这无介济钱的。咱拢甲做，哦，拢甲做，因为吼、哦，来啦，第一点啦，我嘛甲因中央讲，咱回馈金啊，得当做啊，结果回馈金可以办活动啊，哦，啊可以，哦，可以一种，哦，做一挂，较，哦，迄种救灾啦，迄种开了去啊，哦，做一挂办活动啊，做一挂啥物联谊，迄种无效啊，我感觉效益就是讲，哦，你做公园啊，好啊。做因遐道路也好啊，瓶颈的进来你们啊，拍通啊，四通八达啦。唔是回馈金哦，可以哦，要发米、做瓦、树啥货，迄个等于效益都无效啊。啊，你都不如把这些钱用起来，这未来今日是说，今个顺顺看会到的呀，会道路啊，哦，啊会公园啊，啊他咪做，啊所以用希望，这买单往干中央甲区公所讲，啊这条回馈金就是要做遮。有理啊，他也无理。进林门拢总做四个公园啊，目前拢有回馈金做呀。佮重要破路的迄嘛是啊，拓宽的嘛是啊。啊，这种的是小块瓶颈尔，你也拍过，人遐的住吼感恩不尽啊，啊感谢甲。啊，你啊有时啊吼，你啊看破大条路，迄起程较慢啊，起程较慢，但是这效益，这种效益是上紧的啊。这你现拍，头三个月就做好啊。哦，就看得到啊！哦，啊，佫唔免开侪钱，佫唔免开侪钱啊！啊，你啊回馈金就是扣了了啊！安尼唔好啊，安尼不对啊！对，所以即摆做伫，吼、哦，拢做伫建设的，哦，看得到的硬体的部分啊，看得到。怎讲？像咱市长都做两个公园啊，迄个新庄啊，哦，要去就看到啊嘛，公十跟公11嘛，哦，这都足清楚嘛，迄都拢看得到的，所以用。花钱花在刀口上，不要随便那个哦，办活动办的，也无看到钱。
咱不必要，钱少伊啊，少钱伊啊。即摆吼，咱大南部吼，已经有纳入吼，哦，千春的医院啊，哦，即摆开始咧开说明会啊。但是你问的解化庆哦，嘛伊嘛是讲希望哦，会当纳入千春的医院普查。啊，但是讲福利进目前哦，有一人啊，伊都已经普查过啊，为着征。征收的部分哦，征收那土地，迄可能有些夸介绍讲无好势，啊无应该是遐迄个利吼，应该是会完成啊。即马就是线尾才会四里啊，哦，线尾中线、东线、北线，哦，啊个迄种咱的西线，拢总四里。即马自民国七十七年哦。临门的事件，就是讲有发生抗争，啊，到今已经28年啊。这古来哦，嘛会跟进啊，像大南部要迁村啊，伊嘛咧想讲，啊，阮遮嘛是搁包伫哦临门厂诶中油诶内底啊，嘛希望讲愿意做一个普查来迁村啊，希望讲哦，这个一种业务是可能是史哲副市长哦，史哲副市长较清楚啦，哦，对这代志较清楚啊。啊，佮多我叫啊，先让督发局哦，先说明一下督发局。请督发局说明。好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副议长。那我想，迁村它是件大事情。大事情啊，嗯、因为它涉及到先普查嘛，紧人民对二十单嘛等落。这开始的人民对土地的感情，对于生命中的记忆，还有他生计的所在啦，所以其实非不得已啦，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轻易去选择说要往迁村这个方向来走了。我想作为政府行政单位的议员啦，我们对这件事情用很严肃的态度来看待，所以我们会思考说，到底除了迁村这个选项，这是最后的选项之外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？那陈如市长之前也有针对这个议题有表示过意见，他是说，我想整个我们会跟中央相关的单位来思考、来研商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或是更好的做法，是可以来解决、共同来解决我们这个汕尾市里的这个问题。这毕竟跑得了山，跑不了庙，就卡巴呀、大白蚁啊、啊死蛇啊、啊出去外口啊飙经济，伊伫外口大，你请坐。就去外口住，留一挂老药产品住伫迄庄内啊，真诶啊，迄拢会看得到啦，讨海遐拢看得到。少年人袂去住遐啦，少年人趁有食诶人就去遐。是那个史哲副市长，请简单答复就好了。请史哲副市长答复。谢谢议长，谢谢副议长。我想不管是两啦，还是大南部，基本上伊即个状况，基本上拢是高雄过去长期中间啊发展诶一个结果吼。啊，我想地方大家意见真重要，但是我想即马甲大南部这些代志，可能爱分开处理啦。吼、哦，你完全揽做伙处理，坦白讲，虽然我知影、哦，我听有。吼、哦，大南部还大南部，是这普查还普查，所以吼是爱讲爱发声尔啦。地方大家意见，对。OK。哦，真济啊！这边缘户吼真济啊。咱即摆弱势边缘户真侪，因为是工业的啊，工业的伊有名，无法度通去申请迄个补助啊，哦，贫困的补助。所以我讲吼，我拄仔阮妈妈吼，啊拄仔甲我讲吼，伊拄仔去访视啊，因迄有日托啊，爱访视啊，哎，阮弟来啊，拄仔有一个边缘户啊，囡仔中风啊，老母啊96岁啊。因一个后生哦，佮要讲来听，佮34岁睏的啊。拄仔生两个后生，啊一个中风，啊一个96岁阿母啊，安尼。啊，我是讲吼，这也可怜啦，吼，这也可怜。咱是想讲，这社会补助，伊嘛是往做面尔，但是爱深入啊。即摆深入就是拢差不多类似吼，像关怀老人的，拢社区咧做啊。吼，即摆就是开始推动这個，啊，来想哎。阮李来阁有些啊，我妈妈伊访视了，我著加工，我著顺去看，安尼。你啊看，这拢食到规个内底拢昏头啊，
哦，食甲规个顶昏头啊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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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迄吼，伊有一个片啊，你，我看看，那个片呢？啊，等一下，对对对，那个片呢？简单啊，报一个片，安尼伊甲方式伊个部分啦。啊，所以哦。机长，你先回答，等一下看那个片，好不好？边，要叫你回答吗？啊，等一下，好，可以播放了。我正开始。好，安尼哦。现在要几啊百斤啊？啊，卖啊手工。这我妈妈带去啊，我妈妈伊就那社区的迄种那个志工啊。你搞十工，机长，这几个月工啊，跟几礼拜啊啦。对吼、哦，我着若买盐头，伊计工个，着伊家讲去坐，我讲我三个整理。对啦，啊嘛是安尼，啊无可能遐老少。你看我这芋头也较贵，哎，特别白个较少嘛，哎，唔爱少。我讲啊，冲出来甲你看个，来伊个来坐，冲出来。我讲叫黄氏个无吼，黄氏个迄来看咩啦？不是，伊叫我讲无，我昨昏在靠前叫无。我目睭有干，我上来不人咧，我叫一下叫个。我昨昏你是有无？你无走错啦。一到七七十，差不多检查落去看，六十几岁。我所错啦，我所错啦。今物就是讲，啊，都无法当清肠胀所错。我所错啦。啊，个农业，伊怎么真无做啊？伊就听啦。啊，今物，去另外迄个哦，伊无要毕竟个，伊讲哦，叫个叫个爱爱做鉴定，伊才敢开啦。叫个叫个爱鉴定，嘿。我叫个叫个鉴定。关胸大佬，对啊。哎呦，胸大啦。哎，这安我姑姑快点啊！安尼哦，哎，这你都没弄，哎，你妈在吃的干啥啊？你看这啊，你们家贵的，你都阿得看，你那不是啊，很啦，哦，吃鸡，这阿你妈，这还不是啊，这是一个小姑那个扫扫的，我中华人，对啊，这叫小姑那个扫扫的，我十五万安送你啊，好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怎么样？有，好，七档有啊啦，七档啊，好摆，拢对我两个出水。安尼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甲放一个，啊，你食干阿妹？食干阿妹？伊在去放钓鱼，啊，我昨下提帮你食无啊？爱甲吃啦。我昨下提帮你食。有啦，唔吃啦，唔吃。我来甲讲到这边啊，我见啊，千哥迄落，伊爸母要甲请，咱甲请请的。好啦，我顶天我也甲请好个啦。对啊，我是请我后伊免物件，啊，伊甲免，伊着免。伊那无当伊着啦。啊，无要叫啥？我食你遐好。啊，我食你遐好。免啦，我烦免。我见啊，我见啊。我机长请答复哈。哦，迄基础啦，咱若看到这种较边缘户的、较无经济，咱会客几千块啊，吼，予伊讲吼。啊，但是你也交代予因后生，凡说着去酒驾，也是吼走去走去跋筊，走去放阿会啊。所以吼，毕竟咱不是钱予伊着。伊落去是爱甲关怀，爱甲照顾。啊，比如讲，因无法当我请，咱嘛是爱叫社区吼，即志工伊甲请请来，志工先简单头。请回答。啊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副议长。啊，这个个案我们社福中心已经后续已经有去看过了哈。那因为他们之前有申请相关的，对，但是他们。因为我们有两阶段，他第一波其实如果没有过，他是单单只看他的存款的一个金额，所以他其实是不动产的这个部分，如果有
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的脸已经露出来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太方便在这边讲太多他的一些相关的各自的状况。那只是跟副议长报告，就是说他相关的一些状况的需求，我们后续会再提，因为我们之前照顾也可以啊。对对，那第二部分是他有照顾会当去啊，个辛苦啊，一个请来对啊。是是是，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跟他提。那其实区公所在地。其实长期也有在一些物资上的协助，那他如果低收入户或是中低的这个申请的部分，他第一波没有过，其实他可以申请申付，我们第二波会有社工来针对他的一些特殊的状况，不管他是财税的一些在进去他的一些状况的了解，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引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源，那他还有另外其他一个资源的申请的需求，那他母亲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他母亲现在是我们的经济协助的一个个案的，对，什么残障，对，他要申请身心障碍手册，然后在医院的这个部分有一些需要协助的部分，这个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在跟医院做协调。这个个案我们现在设，好，我们你纳入个案就好了，我就很纳入个案，我的意思说你请坐下，边缘路作贼呀。边缘路作济吼，啊，有有时啊，因就是工业地，哦，旧厝啊，工业地，因有时啊，无法通申请低收入户，啊，有个残障，有时啊，无看到伊迄面啊。咱伫遐住遐久啊，有唔知影，就是讲，哎，靠这个社区的一挂志工去发现到，啊，敢讲，咱会当去关怀啊。有，你顶嘛去关怀啊，必成安，但是吼，有事实都，哦，不能讲的。哦，要吃唔讨趁，哦，啊，都安尼哦，几身啊钱都买啉烧酒啊，买迄种啊，买落啊，安尼就无效，钱给予因效迄拢无效，是迄受益到，互伊实质上看会到的。来，即马讲农会啊，咱农会哦，即马有要改选啦。啊，农会较早吼，咱县的高雄县哦，是分作红、乌、白啊，红牌、乌牌、白牌啊，啊，即马分作。哦，民进党甲国民党啦，安尼来讲啦吼。啊，我请教农业局长啦吼。咱的二月份啊，明年二月份特别改选啦。哦，啊，我请教你一下啦吼。咱的农会即摆分作哦，毕竟分作两派啦，分作两派啊。啊，我请讲你是保持中立，还是挺对派安尼啊？还是挺乌派？还是挺白派？还是挺蓝派？你简单讲起来，请局长回答。多谢主席啊，甲副议长报告。其实农会镇内面哦，拢有红乌白拢有。你知影对红乌白？红乌，我所谓的红乌白就，哎、啊，那个是派系的关系啦，哎，派系。我现任的有可能理事长是民进党的，哎，总干事国民党的，常务干事也是国民党的，也是啊后民进党、国民党无党的。哦，所以你爱是咪爱保持中立，还是要保持？我是听讲你是挺乌派的呢，啊，我是听讲你是挺乌派的呢。我是安尼啦，保持中立。我是保持中立啦，但是俺爱知啊，农会选举以历史上以来，农会啊变迁对着俺推动业务真好，但是农会啊今日改选了四年一遍，大家当然也个。进拢足久无改选啦，阮偏见中立啦。下尾啊，拢进入协调期啦。算归算啦，哎，进入协调期，但是吼，我是听讲哦，你是挺乌牌较济啦，哦，挺乌牌较济。我是讲，你徛伫局长的角色哦，你应该是保持中立较对啦，哦，必须中立，安尼啦。啊，无你知影嘛，分作红乌白嘛，吼，红牌、乌牌、白牌，即摆是分作哦，民进党甲国民党安尼咧算，啊，但是因协调啊，即农会就是，我这农民嘛。有在农民的，哎，迄落拢共同来互动嘛。伫遮爱甲副议长报告一下，顺续订正一下。我徛伫农民派，我支持农民，安尼啊，吼。对，啊，我所以吼，你着保持中立就好。哦，保持中立就好，你免计较遐讲咋，计较遐讲啥，拢唔免遐讲，你着被辅导，遮农民就好啊。好，请坐。哦，今仔日咱的结算哦，到这。哦，啊，谢谢议长，谢谢各位局处所长，哦，各位同仁。谢谢蔡副议长。咱早起的二点到这为止休息，下午3点继续开会。